奇异果加海鲜，秋冬进补新组合。奇异果来啦！唐老师，你这样不行啊，你太开胃了。非常开胃，但是不用担心，绝对吃不胖，好不好？哦，因为奇异果还有这个凤梨的酵素，专门就是蛋白酶，那这些海鲜蛋白质就消化了。嗯，也非常好鲜哈，它还有很丰富的那个微量元素，还有锌，不管你气虚血虚，其实都有效果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